收看。哎、欸，你没说晚安，你弄得很像蓝色蜘蛛吗？好的。好了，晚安。晚安啊、现在是麦卡贝的全新企划 Co-Living 同居时代的节目。对，全新的企划，但是我们已经尬聊了两个礼拜。对，蛮尬的，尬到一个不行。我们已经江财郎尽了。而且江财郎尽，对不起，不好意思，你可以翻译刚那句话吗？倒装句是不是？我就是讲的倒装句啊，你看就是已经没、okay. 完全没有梗了。没有，我跟你讲，尬聊两个礼拜之后，你的头发也让节目单位非常尴尬。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影片都还没有录完，所以我都不敢剪我的头发，因为我们是定妆的，就大家有看到我们的那些宣传片，其实我们头发是定妆的、嗯。然后今天我一看的话，我说你完蛋了，你这个头发，你真的在跟制作单位开玩笑，你的定妆，你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德克斯特实验室里面那个最奸诈的那个角色，喜欢弟弟那个角色。对，你现在就要讲这件事情吗？蛮帅的，不是，可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你不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差、就是。你是不是不喜欢节目单位帮你抓的卷发？不是，是我今天早上剪头发，那我就是没有看他到底在剪什么，我就睡着了。什么叫剪什么？就醒来就这样。你去哪里剪？就是我家前面的、啊，我没有特别剪头发的地方。百元剪发吗？没有，就是那普通的美容。他都不会问你说你想要变成什么样子吗？正常的设计师不是都会问？我说给我个帅的。那难怪他会剪这个样子，你太为难他，他一定在你后面至少思考一个小时让你睡着。他想到底要怎么剪呢、啊？看好尴尬哦！我觉得还好啦。你跟那些帅的是不一样的水平，你知道吗？所以你说我跟旁边那三位比是不同样的水平。哪旁边？你是说哪一边？右边。还不行，我们还不能。没有，只是比喻吧，让他们期待一下，看看他们想知道右边有什么。你想要让这个对话再继续尴尬下去，是不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没有比他们差啦。你哪来的自信？你哪来的自信？我这个人就是充满了自信啊，所以就是对交不到女朋友。哦，对不起，我跟你道歉。我刚刚这句话真的有点刺痛。对不起，因为刚刚一瞬间安静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噗的声音。你的眼睛现在很闪烁，你是不是要哭了？我是那个老的溜把油，刚刚节目开始前打了个哈欠，所以就眼睛很水。如果你可以在现在在这个现场再打一个哈欠，现在聊天是所有的人都会睡着，因为哈欠是会传染，大家就开始打哈欠。他就可以下班了、欸。对，你就赶快再打三个，然后等一下那人数开始掉，我已经醒了，我们就可以提早把这个节目收掉。被你那么尖锐，我还不醒吗？我以为你不在意，我都在意。你讲的话我都在意，拜托。闭嘴！我最在意的就是你。我看一下哦。好啊。好，那个，你有没有办法就现在状况？好啦，我觉得今天是我们3月11日的 Co-Living 首播。是的。在这之前，我想问问你。是。来吧。你期待吗？我非常期待啊，就是看好戏的状况。看好戏？为什么？因为就是六个人住在一起，一定会有冲突。什么冲突？你说切斗之类的，大家拿刀棍然后在那边打这样子。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磨出火花，一种是爱情，一种是那种就是看人的火花，看人家很不爽。因为你跟人家住在一起，你一开始可以假装，可是到后面你假装不了了，大概只要三天之后就会就是露出本性。你也是吗？三天？就是如果你因为我你我都是需要独处的人，是，所以我们如果跟别人做的话，像我大概。第三天开始，我就会呈现一个我很想要逃离现在住的地方的状况。那你呢？我不理他。什么意思？就是我很做自己的状况下，我不想理他，我就不理他。你是很 real 的一个。我是非常 real 的，对。所以我就叫他滚。那你怎么会是不理他呢？没有，他就是他可能要来烦我，我就拜托离开。那你不怕他打你？我还没打他就不错了，我还怕他打我嘞。哎，好，那今天既然是首播，是的，就要来好好的郑重介绍我们的另外六位小伙伴来。我跟你讲，制作单位非常的偏心哦。我刚一来的时候，刚才我一开始我还没有发现，是才明跟我说他们都有 Sado 哎，我说对啊。我说是哦，他说我们两个刚下班，然后他素颜哎、欸，大制作单位你有看到他素颜哦？对，另外一个，他们都 Sado 很棒，尤其是今天是有特别有人去帮你们化妆吗？
没有，都是自己画。OK， 所以这就是你不礼貌。你看立成和石头的头发，他们就是刚刚有谁都石头应该是对哦。你是今天才刚剪头发的吗？没有啊，剪一个礼拜了。哦，他剪一个礼拜，那你这个头发是刚剪的样子，你有什么问题吗？很年轻。对，我就是今天就是走了非常年轻风。那你比一个那个小呆瓜的那个饼干的那个图又怎样？好了，不要再今天的主角不是我们两个。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看前两集的直播吗？我看第一集。你有看第一集的？OK， 大家是 OK， 昨晚没有，有听到吗？有吗？手机有在身上吗？有吗？来，我看看你们有没有下载麦卡贝的 APP。有。你这样笑得这么心虚，你是不是没有下载？我用 PC 看。啊，你用 PC 看？我用 PC 看。有。检查一下有没有下载我们麦卡贝的 APP。石头肯定有了，有吗？有，你现在才载是不是？立成，你手机竟然转过来，有看到吗？有。皇上，你有没有下载？皇上很尴尬，连线中，真的下载，真的。剪辑师知道要把谁的画面剪掉了哈？啊，对，不行啊，不可以啦，六个人突然变五个人，很尴尬。好，那我想问问看，你们上这个节目都有跟身边的人讲过吗？一定要有是不是一定要？对，就是看看你演了什么这样子，就是拍了什么，很怕尴尬，很怕尴尬。那你跟谁说过？全世界。不好意思，全世界是？对，就是亲友。你是说群组都发说我有在拍这个，然后就跳出这样子？同事中心会。群组是的。然后去那个 FB 的社团，然后也在泼说我有演这个，然后他说谁呀？这个人是谁呀？不管，就先发再说。先发说不认识，以后就认识了。那这样收视会变得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广泛的那个。那你呢？爸爸就是上礼拜才知道啊，超怕被爸爸赶出家门。住这么久，你爸都不知道你去哪了吗？还是说你出国了？你刚刚说你出国了。对 ，Oh my God， 就还在台湾。那他们的反应呢？啊？他们的反应呢？我觉得爸爸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在干嘛，就想说，没关系，就先这样。然后说，东窗事发再说。没关系，我们做这行做这么久，我爸妈也是还不知道我在干嘛。对，不太会使用电脑，想说这样就好了。哦，对，也是长辈还是不要知道。但现在法国的人都知道，因为我现在整个法国人都知道，大力宣传。法国人，你要怎么讲？就有抛嘛，前天有抛，然后我就有一些朋友，就是美国人、法国朋友说，他们真的很想要看，我可能没办法，因为是中文。然后昨天就听到一个小孩说，有一个 English subtitle， 说赶快看，直接都已经翻译起，可以讲吗？哦，对，直接。你不要爆雷，最后一集就好。对，都可以接受。全世界的观众直接收看，直接收到观众，绝对可以。那等一下，那个到时候那个业务在提案的时候，他说：“请问你群那个这个平台的行销群组族群在哪？”他说：“法国。”他在法国还做了那个一个广告牌面，就放上个人的照片。啊，下广告，然后在我们那边，然后就是征婚啊。那我想问一下祖祖呢，你有跟你爸妈说，或是我亲戚？我爸到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妈知道了，我妈都知道。爸爸好可怜，我妈连这个性别都，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录了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那你妈知道的反应是什么？我妈是很开心，她很希望我就是出去外面住，她一直都很希望我出去外面住。他们是不是只希望你赶快离开家里？对。这个哇，那下一季再麻烦你参加，我们第二季已经开始报名了哈。第二季已经开始报名，对，大家在下面留言。好，那我想问一下，立成有吗？有啊。你说跟身边的人讲，比如说朋友啊，或爸妈。有啊，但我是在蛮后面才跟他们讲的。是多后面？上个礼拜。为什么？大家都录完了，那时候才说。就大家都很怕。就是为什么要这么晚说？我想说，我想说就是后面再讲吧，因为那个时候刚录完。还没有想那么多，对吧？哦，你们怎么太尴尬了？太尴尬，我们就搞得比你还要更尴尬。那下次可以代替我坐这，我坐那。那我会蛮尴尬的，你就坐我吧。那我问一下石头呢？石头有跟
家人我是录到一半家人家人来的时候就有讲了对啊就录到一半了录到一半是跟朋友才跟朋友讲有些有先讲啦是吧是录到一半才有跟一些比较外面的朋友讲说我最近比较忙这样子他们就说你在忙什么这样对我就顺便讲一下对啊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靠真的假的然后就大概是这种每一般的每一般的对如果是我们会说我靠你这样也能上哦我是对你说我是对你说可是不能不说我真的有这样想过我是对你说我就是烂男人呀！立宪说一句公道话，因为他这种人就是对朋友都是这样讲话，他只是同一个逻辑，就像我也会这样。不要受伤，没事，不要怕。你要受伤吧？你们这样就受伤，那你们就太小看网络，你们以后就会受很多伤。对，那你先自己不要受伤。你碰到我会不会被骂？那个旁边的维安，请参加我们。在线上吗？他刚是闲置啊，闲置的状态。他 always 那就看他开心了。你怎么那么大？那你的家人知道吗？其实他们蛮早以前就知道了，就是，但我一开始没跟他们讲，他们是发现我很多天没回家，然后问我说你在哪里，在干嘛？到很多天没回家才发现你。对，然后后来我才有跟他们讲。那因为之前我有次也是出国到一半，他们才发现说我出国。那其实一开始是抱持一个好玩的心态了，想说会不会就是等我回国之后，他们才不知道我有出过国，就觉得蛮好笑的。等一下，你是跟你家人住在一起？对，一起住，就是都不会碰到面吗？是住上下层还是怎么？没有，因为爸妈不一定在家嘛，因为他们现在退休，就有可能会在外面。对，所以不一定。哇，好了，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网友的一些攻击，你们会害怕吗？你们会怕吗？以为以未来，谁不怕？连我都怕，好不好？我不太怕哎。那是你啊，那我也会怕。所以，我跟你合作的时候，我都要很小心，因为我都会，只要你发言，就像刚刚那样的发言，就是有点刺激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说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其实只是一个黄金切割，没错。对，还是要保护自己一下。所以我相信他们也会很担心，毕竟他们也是第一次入。我觉得思雨没有很怕。我很怕。你很怕，看不太出来，对不对？我觉得你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在害怕，他感觉很 enjoy。我没有很 enjoy。大家来攻击我吧！我没有 enjoy 这件事情。你看看他穿的鞋子，对，这鞋子是这是我睡衣的。你是刚从家里直接这样走过来吗？没有啊，没有，这是我睡衣，因为最近都雨下的很大。哎，他是唯一一个，就是三双鞋子里面，他脚是最不一样，对啊，其他都是正常的。一定不怕，没有，是因为就是雨最近下得很大，然后所以就是你就是带一双，然后就是来的时候就看看是不是很睿智，蛮麻烦的。通常湿掉就拿去洗就好了。不是湿掉，你要待在外面一整天会臭啊，然后会湿湿，然后你就心情不好，你就买一双拖鞋。OK， 就到这，不要再继续了。我打断你，我打断你，不好意思。好嘞，那。因为今天这一集是直播，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就是现在你们都看得到右边是评，就是即时的评价，你们会不会等一下影片播出来之后会不会很紧张？那后援会是谁？思雨的粉丝蛮多的，国民女友。可是前面是十万后援，后援是谁？他是谁？他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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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出来！石头，石头，我们年后援会还没有在认真。你不要自用手机在发我。你自用手机在发。石头是怎样？石头是有买粉丝。对，是有买粉丝。五十八期是编号。哦，好期待哦！我真的很想要直接看第一集。已经可以看了吗？做完了吗？你们剪完了吗？哎，要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剪完了？剪完了就来吧。剪完是要够了吗？哦，那就 Let's go 咯。太快了吧！快哦，铁的。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口令令同居时代。
今天好开心啊！真的真的，因为女生男生一样，第一次都很开心。哎、欸、哎、欸，没错没错，都很开心。对。那今天呢，这个 co-living 呢，我们先一开始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co-living 的概念好了。co-living 就是大家共同享有一个居住的空间，其实就是同居的意思。对对对，其实这个在现代的社会是非常需要，因为媒体越来越发达，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对。所以呢，我们这节目特别特别从百位的网友当中呢，我们选出了6位，有男生有女生，然后在一个共享的空间里面住在一起。哎呦，哇，吓到你！这是我突然希望的，那我们房间应该很小很小，大家住、啊、坐在一起，好挤哦，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现在已经是母乳像的状态了。哎，不对吧？也可以。那请问是几男几女呢？我们其实有3个男生3个女生，对嘛？这样子公平嘛？对不对？对啊，我们就希望看看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哎，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而且我们这个真的哦，你贫穷期跨点西哈，让我给炖，对，都是 say 好的。我们这边都不是，所有都是实境的，真人实境，然后没有剧本，没有 say， 你真的偷放屁了，也没人可以救你，他就是播出来了，就是播出来了，对对对，好刺激哦，我现在好期待哦，哇，真的，真的，突然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偷窥狂的那种，对呀、啊，上帝视角的概念，对，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公寓。对，住在一起的吗？住在一起的，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啊，我是Jerry， 然后之前也在 co-living 这样子的跟共居的部分已经住过大概4-5年的经验这样子。那像这样大家一起共同住在一个地方，最怕遇到哪一种？最怕就遇到生活习惯差的人呢。哦，然后再就是比如不洗碗啊，受不了，就不太爱干净这种人会最担心遇到这样子。对，刚刚有讲到重点，就是我们呢其实有让大家可以一起生活之外16天在一起，然后平常呢还是一样去上班，一样是去工作，但是回来一定要一起吃晚饭，然后每个周末大家要一起出去玩，这是重点。就最怕遇到那种懒惰的人，对，一回家就是赖在沙发上，没在。然后哎、欸，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个，你帮我拿一下水，帮我拿什么？太放松了吧，太没礼貌了吧。所以你一定要赶快来看看，好期待啊！有没有这种人？对，小公举，小公举，快快快来看看。你的好，你的坏，藏在我心中，或许你慢慢的了解，爱你在心口难开，甜蜜爱甜蜜歌曲的品味，和你眼神交换是暧昧，笑容甜美是必备。公车上，人群中遇见你，公车上，后对你迷人笑起，公车上，我们沉默不语，公车上，怦然心动的记忆。说要爬很高的楼层，现在3楼吗？是的。到底到几楼？我看一下，还没到吗？就是这里了。来，房东的，来，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感觉很舒服哎。舒适，都快比我们自己家还漂亮。自己都想住了，我已经在想他们每个人要拖着行李爬上来。因为你抱那一箱，你最有感觉。对。我怎么觉得这张照片有一种大头狗的感觉，就用鱼眼拍的。你的头发跟你很像吗？都是油头哎，只有史瑞家不是而已，可他很像史瑞克。麦卡贝你好，我叫史嘉瑞，大家都叫我石头。现在27岁，职业是平面设计师，平常兴趣是玩滑板跟跳舞。那也因为接触这个嘻哈这个次文化很久，所以个性比较活泼外向。哇，这感觉应该蛮好聊的。对。还蛮期待他的，是不是有一票女生会喜欢这种？
说真的，我还好。如果说真的自己再年轻个5岁或者10岁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第一个男生长得蛮可爱、蛮帅的。Hello， 你好，我是洪立成，我的身高是187公分，体重70公斤。平常的兴趣有跳舞、唱歌、打球和乐器演奏。现在呢，对电脑编曲这块还蛮有兴趣的，偶尔会帮朋友写一些饶舌的 beat。谢谢。哦，算跟我们是同行了，其实算是同行了。嗯，但感觉刚刚这段的自我介绍好像是要到什么音乐公司去应征。那搞不好，哎，这段时间会不会听到他有什么创作？要是有个男的对我唱歌，或者是为你做一首歌，哦，就都会房东派来做一首歌。对啊，你好，我叫洪思雨，目前的工作是编剧还有演员，平常除了写剧跟练习表演以外，我做的兴趣都很窄，像是看动漫、看漫画、看小说、看电影、看 A 片。那我哇，你那也蛮才的，不错，她是这样的女孩子，对，看起来很文静的。你看她东西有多乱，她搞不好其实不觉得乱啊。再下一个呢？下一个。Hello， 大家好，我叫 Aaron， 我的本名呢叫做陈维安，维里安的维，维里安的安。今年年中的时候，我在台北开了一家冰品甜品店。那平常我会听点音乐，那可能是偏向金属乐、摇滚乐这一方面的乐风。那可能跟我之前呢有当过几年的乐团鼓手有点关系。那所以有机会的话呢，非常希望可以加入这个有趣的企划喽。看起来感觉很冷静。对，因为他年纪比较，确实有点包袱了。不是，因为他毕竟他是老板，所以他就是比较应该要比较沉稳一点。对，啊，对，那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慢热型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子竹竹竹，今年19岁，目前是一位大学生，然后也是一位模特儿，同时也是一位流行 MV 的舞蹈老师。眼睛蛮大，舞蹈，嗯，舞蹈，那我就让他睡上面，动作利落啊，你就用跳舞的方下来这样。我觉得他是要睡单人的，他感觉很高，睡单人床他比较舒适一点。是吗？是吗？还是你对他有兴趣，所以你要让他睡单人？没有，那当然是睡双人床。立马开口。Hello everyone, this is Laura. I'd like to tell you a little about myself in 1 minute, which is very hard because I really talk a lot. Anyways, 我是金牛座，29岁，家里住台中，然后之前在美国跟法国念书。我喜欢念 business 的书，然后纯文学也喜欢，科幻也喜欢。哎，怎么顺手拈来又是一本书呢？哎，怎么是八字的书？竟然替自己塞了一个梗，对啊，没有一本书呢，信手拈来八字的书，因为它是中英切换，但他感觉很有自信。我觉得他会想要自己睡一张床，那我们应该要把他的礼物先放上铺，然后他拿到上铺，他要上铺之后他就有点尴尬，他说可是我想要睡一个人，然后看他会不会有去交换这件事。行机好重，这个想法我们认同。把东西放好，然后下来，还是因为你这个感觉？你要摸我吗？可以啊，可以啊。一定要绅士哦。五楼，先等我一下。是吗？真的假的？还没拿完呢。
全放里面。热。好漂亮哦！那我们可以，不好意思，我们就参观一下。哇哇！我想倒个水喝，你要喝吗？好啊，谢啦。这个水是干净不干净啊？同时间也有很多电器很危险的，不过小老师都有教，有点好的，是 OK。那就先用一下。OK。那先不用听到门。石头，不要去开门。嗨。嗨。嗨。哎。哦，好热，我决定要先脱裤子了。你拿上来有点煎熬。怎么走？好，立神，立神，立神啊，立神，立那个黄立神，那个立神，就叫立神。对，好酷酷酷酷。就因为我姓洪嘛，啊，我是姓洪啊，洪，对，你、哦、是叫石头，石头，我姓，因为我姓石，就这么简单。哦，石头而已。去弄个水。哦，谢谢。你好。哎，我们东西随便放 OK 吗？我也随便放。我们现在是要吃晚餐吗？还是是要吃东西吗？还是可是还有一个人不是吗？还有一个女生。Happy New Year。啊，暴力！哎、欸，好、啊，很常见，没错，很常见，对，原来是专业，真是。学的文化看不懂的东西，那我拿这个去哪里？艺术家的性格。里面其他地方可以看了吗？可以啊。哇，好爽、啊！有礼物哎、欸，哎、欸，有按照有防卫，对，有防卫。好好好，然后等他，等他来好了，等他来。啊，我想看礼物，我也想要去偷看男生房间。我猜了，我个人猜了，大家第一志愿是这里啊，然后这两个我不知道。不是已经有分好位了吗？上面有什么分好了？假的。我们还想说这个乐趣流浪晚上玩游戏的时候，对啊，这个我觉得要自己 freestyle 哦，真的不能这样子，真的是。有对啊，真假的，我是要最好的位置，对啊。你是哪间学校？学校辅仁大学。辅大对哦。29、27、26、24、26、27。哎，大家都很年轻，十九什么？十九。哎，最后一个来了吗？我们还没等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我来帮你，谢谢你啊，人也太好了。很重，那个超重的、哦。可以，还好，比我的轻一点。你好，我是 Laura。你好 ，Laura。哦，罗拉 ，Laura。你好 ，Hello， 你好。然后我们已经在上面写名字了。没错，跌倒才是玩法。太厉害哦！我觉得他会想要自己睡一张床。我也觉得他是这种人。那我们应该要把他的礼物先放上铺，然后他到上铺之后他就有点尴尬，他说：“可是我想要睡一个人。”然后看他会不会有人去交换，因为我实在是一个汗流浃背，我是爬上楼梯，对，他有跟我说就是要爬楼梯。你知道我刚走上去也超级真的，我太高估我自己了。哎，你们有选位置吗？前面有他上面，他上面选位置。感觉你们是他们正在听。放的位置是精心设计过的位置。哦，真的吗？哎呀，可以了，好，因为我是没有关系，上面也 OK。不是都倒了吗？是有人。
人按电铃。对，我也听到有人按电铃的声音。不会是披萨吧？我们好像打太多了。太多了。好，我先我趴在那个。好，嘿，大家好 ，Hello，Hello，Hi，Hi， 雅群，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大家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来 co living？ 是要来认识朋友的，还是只是纯粹找个地方睡？我是想要跟大家合作，因为我都没有就是跟大家一起住。我也是，就是一个新的经历。都是跟家里住。对，因为从小就是学校就离我家很近，就是十分钟就到那种。因为其实以前的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说我大学一定要跟大家去住宿舍，但是就是因为就是很近，就结果大学还是在家旁边。对啊，都很近。然后就变成都没有办法，就是我想要跨出我自己的舒适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现在很紧张，而且很安全，因为人都帮你挑选好了。对。那石头呢？你说不跟人家住之外，所以你现在是一个人自己住吗？我因为是单亲家庭，妈妈长期在外面工作，然后家里只剩我跟我妹。可是我妹也交男朋友，每次都往外跑，家里就爆料我。而且我大学跟高中也没有去外面住宿过，我就想说，这借由这个机会，好像体验一下这种就是大家住在一起的感觉，对吧？很好。那我也很好奇一下，冰店老板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节目？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因为人生各个阶段我会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然后再加上活到现在我目前也没有跟人家外宿的经验。为什么大家都我们两个到底怎么了？你们两个是没人要小孩吗？跟人家住住到不想住。外宿真的是一开始很新奇，到最后久了久了大家的感情就不好了。而且刚住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帮忙打扫，然后到离开的时候就会开始就像贫民窟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会好好体验这个年纪，在这个年代啦，我觉得通常这个年纪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会跟另外的伴侣可能有一起住过的经验。你们都没有跟男朋友一起住过吗？我没有交过男朋友。母胎单身。我刚刚看到他在摇头，那你也是没有跟？没有，没有，没有，我有男朋友，我有过男朋友，我有过男朋友，有过男朋友。现在是没有了，现在是没有，现在没有。当编剧很难交男朋友，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想来？因为当编剧，就是你在写那个戏的时候啊，都写那种感情戏，然后你自己都没有在谈感情，就很可怜哦，非常可怜。然后就想说，一定要找机会出来见识一下，就是现在的男生女生的感情观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然我们都活在偶像剧的世界。不然他显得太抽象了，对，在看的时候，对，现实生活也不可能，现实生活中不会有人壁咚你啊，没错。还有人，还有人，我以为我们是最后一批人，还有我们以外的人，你们跑错了，这里就有，这里拿起来问谁？谁？外送？外送？有的是，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好，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杯子里面都有水，为了不要浪费水，我们就每个人把自己手上的水，还有这杯喝光了。我只能说多喝水有益身体健康。不吃菜，都不吃菜，所以你写的剧本里面的人吃素菜吗？吃。他真的好可爱哦，而且石头我很喜欢他。就是很老实的样子，很热心，然后很客气。我想他在这个团体里面应该会是蛮受欢迎的。我是跟狮子跟摩羯很好。哦，摩羯。还有天蝎很好。哦，天蝎。跟射手好吗？金牛跟射手。金牛跟射手还好。对耶。我都有射手。我觉得你是金牛，难怪，难怪会分手。真的吗？为什么？我原因是因为我最近刚失恋，特别一点，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对，很想要离开台北。
所以你这次来只是希望能够赶快忘记他吗？看看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可以聊聊看的这样子。哦，给你一点建议。对，给我点建议之类的。你说在分手的这个部分有类似的经验？他有点走不出来，哥哥。哦，走不出来，走不出来就对了。才刚分手嘛。对，你要说最快的方法就是赶快再进入下一段恋情。哥哥的经验是这样的。也不是的，网络上听过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个感觉历程可能会想要追祖祖，就是觉得他刚刚坐在这边，然后就有发现就好像有在会看他一下看他一下这样子。说真的，第一次看真的很难去猜，但是如果要说的话，我反而觉得是思雨跟历程，因为他们在餐桌上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自己自成一格的聊天。我知道为什么会分手。为什么会分手？就是个性不合。大家都蛮多个性不合。就是讲有点复杂，但总结应该叫算个性不合这样子。那你就是可能跟你完全不想法也差蛮多。还有这种人，他提的还是你？你要说不是应该分开放一点？没有没有，我们要说世界闷骚的。我有点复杂，我可能前面一说是你讲世界闷骚，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回事。没有，我只是把它推开了。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后面的时候，我就是跟他在一起压力蛮大，熟了之后会有点把它推开，蛮搞笑。但我不知道他怎么介意我。很 interesting 的 sense of humor， 就是完全不关心他这样子。大家，我觉得这有点对啊，他跟我是同一个模特公司。怎么讲？就是刻板印象嘛，比如说你对两个，没有，他就是财务的，哈哈哈哈哈。对，你超多凯沃的，我的前前男友是凯沃的，你看我，超恶心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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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那你跟我前男友一样吗？这是我最熟的一届，真的假的？那男的一定我知道。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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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那时候对我后来真的是对，后来真的失望吗？是失望吗？太黏了。我太黏了，不是他做错什么让你难过的事。不是他太黏。是。好，刚刚。男团啊，男团，你知道男团？男团我也在里面。是男团张智轩吗？不会吧？没有，不是他，他不是我男朋友，他不是我男朋友。我知道，我知道，知道张智轩，我知道，很熟啊。真的假的？我们都一起出去。真的假的？我们蛮多共同朋友，就是可以，我感觉是可以有很多话题的那种。就是他可能问我感情的事吧，可能想要，了解看看，比如他编剧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就问我说，那你前女友也是公司嘛？然后我说对啊，然后，我不想我这样讲要爆料了，对啊，没有，可是刚才都拍到。哦，都拍到了。对啊。哦，不是，我说我们私下。对啊，那个不是私下。哦，都，我们这样聊都听得到就对了。哦，所以我们也没什么爆料不爆料。我预测历程跟思雨会变成应该会是好朋友，但是他们不会在一起，或者是有什么恋爱的发展。因为刚刚有私底下跟他们聊一下，他们蛮多共同的朋友。对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有蛮多共同朋友，除了刚刚在餐桌上有讲到说，哦，原来历程的前一任跟思雨的前前任是同公司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共同朋友。那我觉得基于这样的状况，他们确实会有很多的话题，但是会走到恋爱吗？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说真的，我是第一次看到思雨，所以我没有办法立马去猜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即便她看起来像大辣辣的女孩子，而且她大辣辣跟另外两个又不一样。另外两个是我很欢乐，我很活泼，我天真又无邪。可是思雨的外放是看人外放。而且思雨更常肢体触碰，她会打男生，就是这种女生是她是非常汉子个性的，可是同时你也不知道她是不是那么汉子。我有观察到她有好几次在放空，其实当大家都讲得很热闹，你就会发现她其实是不说话的那个，可是你突然挑到她，她也会开始讲。我觉得可能跟她编剧的性格有关系，因为她一直不断的在思考剧情、画面、内容、个性，就是每一个角色，我觉得他其实都一直在想。我觉得可能是 A 片少女，因为他的个性比较不太一样，
虽然祖祖很外向很天真，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他有些很奇怪的嗜好，可能会吸引到某一些不同的观众，不同的男生啦。嗯，大家听得懂就好了。不是，还是很歪。不是啊，这是正常的，因为男生比较少会有，就是可以，他或许他可以跟你讨论这个片子的内容等等之类的，或这是有趣的、啊。其实六个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但是如果说我觉得很容易被看见的，我觉得应该会是石头了。我觉得，以我在江湖打混了30几年，没有啦，我觉得我们孟泽最帅。刚讲到那个看书的时候，不好意思讲，但我真的有带一本书来，但我是因为，但是是因为这一本书我买了很久，我都没有看。我想说在这边看书什么？哎，看书你忘了？就是刚刚讲到什么斯文的男生，看书的男生，对。你喜欢什么型？斯文型的男生吧。最喜欢斯文型的男生。对 ，OK。其实我也有，我有带，你有带书？那我明天就三个出来了，我一起。带两本书哎，你带两本，然后三个故意拿反的。那我们故意把这书就没错，大家都有带，真的有带书哎。啊，有戴眼镜，可以可以。哎，我还有戴眼镜呢，你有戴眼镜哦，我有戴眼镜。哎，那我明天三个可以坐在那边装一下。然后刚刚三个都不敢讲。哎呦。虾米啊！讯给我妈。嗨，阿姨你好，你好。妈妈说你好。你好。好，妈妈说就麻烦你们照顾。不会不会不会。好，给你看一下，我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是，我很拆开看。哎，这是什么啊？对啊，它是礼物嘛。会不会每个人不一样，还是什么？有可能哦，有可能。好酷哎！哎，真的每个人不一样。真的，赞助衣服。衣服哎，前几天才想要买这个背心，你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我真的好了解你哦。前几天才想要买这个，哦，哇，好好看哦 ！Yes， Oh my God， I love it。我加穿了，啊，就没有试穿啊，试穿啊。我没有穿过这么高的，可是这样显高，不错，这样显高。看一下，你们比较高可以穿这种比较长，我穿就会比较看起来很腿很短。来了，木奇，好高潮，高潮，直接冷静下来，又冷静下来。没有想讲话，真的，我有发现。造型师帮我们挑的，就是依照我们的风格挑的衣服，我真的超喜欢，刚刚拿着在里面直接高潮旋转。我真的就是高，就旋拿那旋转，然后说我真的高潮了，然后那姐就是阻止我，她说你真的不要，你是还在嘴，我说没有，我已经醒了。来 ，coming。嗨，我知道，这是礼物吗？耶！谢谢。确定一下，不错，男生也是一大罐的哦。这个是，男生就是从头洗到尾。哦，从头洗到尾，哎，对，真的很懂。我第一任跟第二任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真的很实用。我其实就在想说，我到底要那个戴那个墨镜？对啊，其实我有戴，但是我就觉得旅行组喜欢，我看会特别喜欢。可以用就是喜欢，看一下，它有护发膜哎，好爽。对啊，太好了。你真的很会做人哎！我觉得金牛座就是那个市侩，市侩，我们是太，是我们太市侩了，真的。才第一，现在才第一天晚上。对，但我已经觉得很有感觉了耶。什么感觉？房东太太。觉得以我通灵的程度来讲，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房子要被烧掉之类的状况吗？没有。可是，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那个谁，主厨很热心，然后一到的时候，他帮忙要不要喝水，然后他去厨房马上洗，然后看一下那个热水壶，哎，这干不干净，然后重新洗一下，然后帮大家倒水。但我觉得第一天都不准。对。
没错，我跟你讲，哪要嫁嫁袂久，头一天也在嫁，对不对？第一天一定要很热，对啊，对，要看起来就是还要展现自己个性的感觉，对对对。从到第三天就装不下去了，就会说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个杯子，拉暖的那种，帮我这样，可以帮我拿一下啤酒，还有拿一下什么吗？本性就出来，所以人要相处啊。但我好奇是祖祖他也带太多东西了吧？方方太太，我们刚说是住几天？16天，16天，他感觉要住16个月的感觉。对，好像车子，重点是他还带了小礼物来给大家，而且他带的东西他是那种沐浴乳，就是知道大家可能不会带，他也会特地买了沐浴乳啊，而且还有润发乳，他就是带了。他有带个小礼物，像见面礼的那种感觉，好像很用心。可是也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因为大家如果口味都是差不多的话，是不是大家这整间房间都一样味道？好像有点恶心哎。没有，重点是他不是也有送男生吗？男生洗完都全身玫瑰香。也不大对，突然间他们对你真的没兴趣。对，我跟姐妹玩在一起。曾经看过一个艺术家，他是用香味在做一个记录。他到每一个国家，他就去买一瓶香水，玫瑰香好了。他到法国用玫瑰香，以后呢，他只要闻到玫瑰香，他就想到他在法国的那段时间的事情。他用香味来记录。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他送每一个人都是这，他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主厨的味道。哦，什么？这是一个动物的本能吗？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记住它。对。但刚刚有一点很妙，就是你们看到他们不是在讲说他不是说他喜欢斯文的吗？嗯，对对对。结果三个男生一进去，三个都在比斯文。有没有？伟安不是说我有书，他说啊，我有带两本呐、啊。他说是吗？我也有带。哦，跟伟安，但他也打预防针，因为他怕好像怕实际上跟他个性不合，他也讲说偶尔带书，但这本书其实是我很久以前买的。哦，然后很久时间没有看，所以其实他还是说了一句，我只是怕这边太无聊。我觉得那个谁也很妙，我活到今天，戏的归回了哈，才知道原来高潮会旋转呢。啊，什么意思？人生没有高潮吗？你高潮会旋转？是不会，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是性骚扰吧？哎，跟讲不一样。我觉得他很，女生很特别。其实我们过去只有类似这样的室友，其实也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他是某一个领域，他就钻研的很深。他刚刚一直前面有讲到，他很爱看很多的动漫啊、漫画，然后这些影音素材的东西，他有很多的研究。就变成说，其实这种室友往往就是他其实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叫先知型的室友，比较不会去主动去融入其他人的社群，他可能就找他有兴趣的那个人聊天。然后对，确实他是这样子的。因为那天他会找他想要去了解的东西，他想要去往下挖他原本在钻研的那个先知那个领域的东西。但我觉得这种个性你要看他平常，比如说他热情的那一面是不是好相处的。对，如果不好相处，那其他人就会觉得说你有事吗？你自己端在那里干嘛？对，就是平常你又不跟人家聊天，然后聊天的时候你又对对对对对，最后 bar 有时候也会，你看着我干嘛？你看着我干嘛？为什么现在要装忧郁？他没有装，为什么不说话？他没装吧？我也是那种人，就是平常聊天就聊到我有兴趣的话，我才会真的想要聊。所以你刚刚都一直觉得我们你都没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我说私底下我是那样，看得出来啊。OK， 继续尖锐，不要录了。希望在下一集的时候还会看到你的，好。下一集 Jerry 就坐在那方，对对，换位置，真的。对啊，然后还有，我觉得石头会不会很快就变工具人？但其实我的观点是因为我们公寓就是有住过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们叫做骑士型的人格。什么骑士？他其实就像在保卫大家。骑士谁？就是说今天可能大家需要什么协助，需要什么帮忙，大家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会主动先跳出来说，哦，我可以去帮你做什么事情，买什么东西这样子。可是如果我自己带了那么多行李的话，然后我遇到这样子的男生，然后他就在那的时候，我就说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可以，你可以先上去。你比较高招。高照，高照，好像艳阳高照啊！你比较高照好，但现在其实都只有第一天。对。但不知道到底我们现在看到是不是演的？也对。睡一晚之后，会不会大家就开始本性露出来？睡一晚通常就如果喜欢就留下来。什么意思？喜欢？第二天只睡一个人。哎呦，好期待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再看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但我已经开始担心煮饭这个课题。哎，啊，他是可以去外面买的，对啊。哦，有，因为昨天有写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还没有。
我要买自己的毛巾耶。哦，好，进来吧。请进，请进。Jerry， 嗨，你好。他叫 Jerry。Jerry， 你好。你好 ，Jerry， 你好。吃东西，还没吃早餐吗？还没，吃点东西。都几点了？我大概两年前住的这个地方，然后每次周末假日就是都会去吃那个，当成一种周末的味道。很多人吗？今天应该还好了，今天是假日，又下雨，在附近而已。走路三分钟就到了吗？好了，吃早餐。好了。就是一人一道菜，什么？然后大家我们是住在一起，所以是要互相帮忙，一起煮来。所以说，因为别人煮不好，你别煮一起了，对吧？那记账的要记账哦，爸爸加油，爸爸加油，鸡肉汤呢？谢谢。他刚我倒花不？哇，谢谢。我们等下来拿。香菇是的，是的 ，OK 啊。我教你，你不会烫青菜吗？会的，没事的，没事。我吃我都会烫啊。150，你自己吃的。这是全部的那个水果放冰箱下面。加油，我有点紧张。如果汤很难喝，请不要生气。你不是护锅而已吗？我是就煮汤啊。你是煮汤？我是煮汤啊。哦，加油啊。OK 哦。你也要洗。是啊，好像只有做餐厅不能花任何的手续，有点占空间。我觉得那边太忙了，洗洗。你先洗，先煮吧。所以我先拿去冰吧。这个不用冰没关系，苹果不用冰。啊，好，好了，这没事，我把这个东西收进去。啊。可是大家的菜，你在研究吗？对，研究。OK。怎么这么可爱？是没有煮过饭吗？有煮过，有点太久了。对，我需要一个好大盘子吗？需要一个好。3瓢吧，没有是米要看倍数啊，它上面有写啊，啊有写啊，上面有胶水啊，好像挺紧张的感觉，很久没丢茶具了。其实要洗就干脆都去洗一下，对啊，我觉得可以都洗。冲好了，冲洗一下好了。然后我的洋葱，我来看一下刚刚那个照片。算了，这个是什么？不吃菜，我认不得这是什么菜。这是葱耳。我不吃菜，为什么会叫我切菜？你那可以加布比辣椒。可以做布比辣椒鸡，布比辣椒很辣吗？布比辣椒不辣，对。柴米油盐啊，什么呀？干洗啦！我以前在打工的时候，每天都洗米，结果现在忘记怎么洗。没有怎么洗啊？就丢进去，搓，然后倒掉，再用一次，再搓，再倒掉，看你要洗几次，洗越干净。对啊，对啊，越纯越好，看你。抱歉，我就是等一下啊，可以炒青菜。牛肉空心菜跟肉丝豆干的时候会。我没有处理过蒜头，因为我的肉丝豆干是什么肉啊？牛。没关系，你告诉我。就是你用我问一下，我直接压，你的肉丝豆干是什么肉啊？那个猪肉有卖猪肉吗？好像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切一点鸡肉来弄。没关系，鸡肉可以炒吗？我们做别的，我跟你讲，鸡胸豆干可以做的。好，我们做凉拌。忘记啦，没事的，没事的。这个要，这个会死人的，对，会死人的。我检查一下，我看一下。然后把头跟尾切掉。啊，太多了啊！好好。
可以，我们做别的，原来鸡胸可以豆干，我们做凉拌，我们做凉拌，好，把这个皮，没事的，没事的，可以的。那你要拿一个碗，我们想说弄鸡胸肉，然后切丝也可以。我豆丝凉拌笋干好了。好，浸泡一小时，面呢？面呢？我也记得面呢。对啊，我也是啊。一桌几杯？哎，你全倒下去了。算杯数吗？怎么丢下去了？他怎么处理的呀？大哥，这个再拿回来吗？赶紧先洗，先搞搞。知道怎么洗吗？哎，就是只要洗，他你洗几次了？没有，我还没洗啊，洗三次，洗三次。肌肉的部分有人开始在处理了吗？还没，这边先把米洗了下去煮才哦，好，开始弄肌肉。Too much。真的还好去，哎，你不要整个搓下去，好了，差不多。你用几共的那个米，他全部没算，他全下了，我只能用手指去。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那顶多就吃稀饭嘛，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出去，然后，哎，等一下，这不太平。你加一杯了吗？我还没加，我不知道加多少。加就刚才那，你刚拿了第一杯一杯就好了。我记得越久。豆干我们。切丝，不要到片，就一片这样子。OK， 好，片，我们等下做凉拌。其实我觉得我的眼睛不太好，皮全消了没啊？可以啦，反正刚洗过。啊，你说三 D 是要怎么斟酌？三五 D 的，然后盖下去压下去就好了。好，哎，这个。这个电锅好像没有反应，有插电吗？有插电。然后还有什么要注意事项？小心！呀，蒜那个末蒜末吗？蒜末啊！是说请问肉也要跟着一起下去？让你参与一下。耶！哇，好爽啊！我只是丢个蒜苗，就有一种变大厨的感觉。也太可爱了。有一个坏消息，就是电锅是应该是坏的，所以说我们要用电磁炉煮饭。不是你，不是这样。大姐，好啊，我拿锅盖给你。好。测试一下，它是有火的，炉具不够用。对对对，可能等下在外面这边弄咖喱。我不会，就应该就装进去，然后打开。哎，它里面有吗？有啊。可以吗？我怎么一直听到那个有声音？但是我觉得先拿起来，泄气了啦，没有卡好，这很危险。等一下，真的没有，你没有插好，我刚刚打开是歪的，是吗？嗯，你要洗这个干嘛？对哦，要洗这个啦。哎，不能洗哦。可是刚刚有点恐怖，而且刚好像没卡好，我刚打开是歪的，歪的，对啊，对啊，好恐怖。对，哎，这个洞，那个洞下去，对，然后这个再弹起来。哎呀，对啊，刚刚哦，所以刚没有没有卡好，就它要对到那个卡榫里面才能够压。哇塞，哎，这些人的生活技能是零。完全零哎，连29岁的冰店老板都是真的，所以你说不出来做，哪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是这么缺乏？一个卡式炉竟然六个人不会用。哎，我真的被吓到了。更好笑是那个石头一碰，哎，不是这样，那个不对，要怎样怎样，然后竟然把瓦斯炉要拿去洗。重点是七人份的餐点，他竟然弄得像1000人份，整袋米
从没看过这么多。厉害的是立成，他拿了那包米，他看了应该有十分钟吧。然后看完之后，然后他就把全部倒下去之后，石头问他说：“后面有血啊？哈，有吗？”那我想请问你刚刚在后面到底看什么东西？石头是很热心啊，然后他是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说这个我大概还记得，但我忘了要几杯水。我想那前面那句话是，这个我来，但我忘了做。他记得这个我拿去洗。他记得的部分是他曾经做过，但是 key point 他全部不记得。对，他不记得，所以其实就是忘记了石头啊，要面对自己。就那天煮完的东西能吃吗？等一下就看得到了，哇塞，太夸张了！但是一开始你们有没有看到，早上起床有一个人爬上另外一个床？对，我觉得这个有点爬上去，然后两个女生吗？抱着一起睡，谁跟谁？好像是祖竹上去找罗拉，对，找罗拉。但这一点我觉得。可是女生的世界就是这样，可是还第一天哎，对啊，可是就是有些女生第一天就知道哪一些女生可以亲近啊。但如果一个女的第一天就爬上你的床抱你，你会怎样？太快了。我先看一下长相，肯定的，这是肯定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 ？Jerry， 你说是不是？为什么要亲？你不会有爸爸的个性，只要是女儿来都羞羞。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我们很期待了，因为第一天就这么乱，对，就这么的不会生活，饭有没有熟，菜有没有熟，这个都是问题。对，然后我也想看一下那锅饭到底煮完变什么样子，因为那个历程在煮饭的过程他在滑手机，对，还是他其实在查食谱，就像你说的，煮饭而已。好想看，好想看哦！对，赶快，看一下，我耳机呢？哎，你在干嘛？我在等那个冒泡泡。可以躲到这边啊！我也是这么打算的。我现在不敢过去吃饭，因为会被炮轰过去。感觉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对啊，有咖喱然后没有咖喱没有饭，我很需要。搞砸了，你搞砸一次，糟糕了。啊！不是，那个是电锅坏掉。没有，我不小心把全部米丢进去，我们完全吃不完。没差啦，这六个人应该两天三天就解决。等米奇今天来说鬼故事，觉得怎么样？鬼故事，好啊。亲身经历，我是没有到亲身经验啊，只是对那种很敏感而已。我因为这件事情，我还曾经看过那个心理智商，因为我想就是不喜欢就是到这种年纪还跟家人睡啊，感觉好像很不独立。然后如果被很不认识的人知道，会觉得感觉这个男生26岁还跟妈妈一起睡，家人就是感觉很丢脸，所以想就想想想解决这问题啊。可是就跟女朋友一起睡就好了，干嘛不跟女朋友同居的？就看我没有遇到那种可以同居的。18岁有点，是吗？太强了。对，有点误人子弟的感觉。哦，对啊，所以我就不太敢。哦，可以，我再跟他。他下面不用脚是不是？不用，等他冒泡泡的时候。怎么了？豆干都不用煮哦。要。刘大哥叫我凉拌的。觉得还会不会再太？可以的哈，好。这样子吃，调个味，再加一点调味料就可以了。你要哪一个？我帮你加。我想放几个 emperor 白鸡这样。有点无味。对，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调味料。哦，盐哦。那时候去看心理智商，他说什么？他就说你要找到你的源头啊。这件事不会困扰到我，妨碍到我的生活啊。只是我是很想解决掉。可是是哪种声音？是类似这种声音吗？竹米。我就是哇。对啊，就那种咕噜巴出的声音，摸见那种咕噜巴出的声音。就22岁突然间有这声音。就是我那阵子，其实一个礼拜都会有这种经验过。那有一次比较严重，有一次我那时候就感觉又被压了，然后我在挣脱不了，然后到后来我使尽全力挣脱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我又起床了，然后我发现门是开的，然后我的门是开，我就是奇怪为什么门是开的，然后我就站起来，我就赶快很害怕。一个人睡吗？我那时候一个人睡，我就赶快躲着，我就赶快去我妈的房间，看看我妈跟我妹。然后我一打开我妈房间房门，我看到我妹的时候，我看我妹眼睛就是，我妹已经睡着，但是我看她脸的时候，她眼睛那个洞就变黑的，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眼睛越来越大，我就吓到，然后就吓，我那个起毛，我那时候就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越来越大，然后大到我吓到的时候，我又突然间醒来。我就想，现在就是梦，就我被压之后做了一个梦，真的超恐怖的哎！我现在超毛的，是吗？我觉得很恐怖哎！就我自己
就你梦中梦那种感觉。我就那次之后，我就不敢来元帥。姐姐啊一下，我还是觉得豆干怪怪。是坏掉的意思吗？豆干？就是啊，没味道。豆干真的不用。我觉得应该加热过吗？不是，我觉得应该要先有个什么东西调味炒一下，然后再拌哎。好，我跟你讲，豆干我现在放到最后，因为。豆干居然这样子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菜。哦，好好好，等一下，就我一下。好，牛肉这么多，你吃吃看。啊，有深入进去的感觉吗？还是里面还是有豆腐味？还没有深入哎，我是外面好咸哦，里面好。继续。啊。啊。什么好？什么好？分手算是我自己的问题吧，没有还没有跟他沟通好，就是挺后悔的。你来这里就是要找出来吗？一直不去想他，时间久了就会忘记他。下礼拜二去。看我这啊。去起来，晚上我约出去那个便利商店。看我去了，真的会超难过了，对不对？我看到他，真的超难过了。可以啦，你觉得它这个浓度可以吗？可以吗？还是要再浓？我觉得可以啊。这可以吗？好，那你把这锅拿出去，小心烫哦。哦，好。It's one of us, it's obvious, but who's the really blame? 这饭呢？那野味求生哎，厉害！没关系，野炊，你们明天就可以吃炒饭。其实每一道菜都很完美，然后味道应该都是对的，唯独有一道菜有个致命的错误。对对对，他怎么了？豆干，他怎么了？豆干，他没有先入味，因为他是嘛，对吧？何止没有先入味，谁负责的？没关系，我们不要回应了。我们那个拌饭拌面的那个酱啊，然后干嘛？没有，我跟你讲，我加进去。No， 不是何止没入味，它里面有豆。你还没讲完啊？什么意思？知道豆干要炒吗？知道啊。哦，所以现在是生的，是不是？健康。我腌过。哎，等一下，你刚才给我试吃那么多个。再见啊！你刚才在喂每个人的时候，我好险，我说好险你没有喂我。对，一开始我以为这右半边它是有特别的调味料，所以我那时候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的时候，我还问一下说，那个旁边的调味料是什么？他说哦没有，然后就是那个后来有讲说，可能是因为风吹瓦斯炉，所以导致这一半边的锅特别热，那个火一直这样。所以它这个是烧焦了，这样。我们翻面了，还是我们翻面？另外面烧焦一蛋两吃，一蛋两吃。对，这边是正常口味，这边是炭烧，然后是一个烘蛋两种味道这样。这样子，然后再饭是 OK 的吗？饭 OK， 都 OK 啊。饭怎么样了？饭很硬。没有没有，就是刚刚。但不得不说，这一餐没有 Laura 的话，应该会惨不忍睹。对。看他有没有食物，我们可能不知道。应该就是每一盘都跟豆干一样，都是豆干的状态。I'm sorry。为什么在煮饭的时候跑去把妹呢？这是什么状况？很尴尬。我每次去拉饭的时候，就我到底要不要进去？我不进去，饭就烧焦了。你会不会顾啊？那种。我跟你讲，那个饭真的超失败的。就我对我的室友还蛮抱歉的，因为我不小心还搞砸了，煮的太多，然后又把饭煮的太硬了。那锅饭算是预料中的难吃，因为阿伯的狗啊，而且他又不会煮，而且饭量那么大，其实也不好煮。哎，但我刚刚看到一个画面，立成跟思雨都在聊天，然后 Jerry 进去煮饭的，进去帮他顾那个饭的时候，哎，你知道那个画面看起来很像两个在餐厅，我们那种吃那种烧肉有没有？有服务生会专门帮你烤，然后两个人就聊他的，完全没有要管那个饭哎。但他难道没有觉得那个饭是自己的责任吗？他们很专注的在，对，很就是两个在就是服务生嘛。就在聊他们的鬼故事，对。但他那个鬼故事，我曾经发生
几乎一模一样的梦中。我有一次去拍戏，那个地方在淡水，嗯，然后那个是废弃的广播电台，然后我那天录完，真的哈，那个真的很恐怖。然后我录完，因为我马上等一下就要进棚，我想说哦，好累哦，我先回家睡一下好了。那因为我又穿着戏服，我想要算了，我就睡沙发就好，我就没有进房间睡。结果我一回家一躺在沙发上睡的时候，突然间我就看见有一个那个就从我们家我的卧室走出来。嗯，那时候我就吓到站起来，可是你知道我在梦里面知道我在做梦，我想说完蛋了完蛋了，我一定要赶快醒过来，我如果不醒过来就惨了，我就一直要让自己醒，一直哎，突然间我就醒了，我想说哇太好了，幸好我就很不敢待在家里，我就想说那我现在赶快出门好了，东西拿一拿赶快出门，结果我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人站在门口，对呀，还是我想说还是在梦里，我没有醒，然后就醒，我要醒，我一直醒不来，然后我就赶快冲到柜子，刚好我柜子里面有一个佛像，我就把佛像拿出来，一直对着他，然后就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才醒。后来我有问老师，就是说这是什么状况？我是做噩梦还是我真的碰到？我起鸡皮疙瘩，他说这是真的碰到了，对，所以就是可能我去了那个不干净的地方，所以才会这样啊。他是跟就是跟着你，那他有对你干嘛吗？没有，但是很恐怖，因为他就整身白。最主要是害可怕是那种醒不来很可怕，嗯，但是他有提到他到现在还跟家人睡耶，但是住在同一间房间还是是睡在同一张床同一个，他不是还是睡觉的时候还是说他后来就跟他妈妈睡了吗？对啊，同一个房间啊，对啊，他后来就跟他的妈妈睡啦，一起睡，我真的不行嘞，没有，我觉得真的是吓到他了，因为如果是一个就是真的从来没有碰过突然碰到的话，他不会觉得是，他只会觉得说怎么一直甩不掉这个东西，没错，因为他心理阴影面，因为我后来啊，因为我又一个人嘛，后来你也因为那个恐惧，我跟你讲，你回家就是超不顺。那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就是克服说好，我可以放松的在家里？我是后来有一天，反正记者说要到我们家做采访，那时候我喜欢画画嘛，然后来做采访的时候，我有一个经纪人跟他一起来，然后我那个经纪人自己本身也是敏感体质，但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他是回家了以后传简讯告诉我说我在你家看到一个男人。什么啊？我就说天哪，他说我一进去你家我就开始头痛，然后我在你家看到一个男人，然后后来他就请他的老师傅帮我说把他请走，这样。他竟然回家才传讯息，因为他在那边不能讲，他不能讲，嗯，对。可是你在看赖的话，后面那男人他人，这小子。可是通常那种状况，真的你不能在现场讲。而且他们还两个还有讲到说，哦，我现在超不想去厨房的，就根本不想帮忙哎。对，然后而且他会自己开话题，他说那我们来聊鬼故事好了。然后立成一讲说，哎，好可怕，好可怕，傻帽也都被你提了。但刚刚有一个画面，我本来觉得他很浪漫，可是后来我觉得后面又有一点点小瑕疵，就是那个 Laura 不是到最后试探说，哎，来。哦，跟伟安在那个厨房里面，对，感觉是一对，好浪漫哦。可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玻璃就破了。你帮我拿出去。哎，那你把这个拿出去。帮我拿出去。突然间变妈妈，对不对？不过他在试的那一刹那，我觉得超美的。现在是不是有这种成双成对的感觉？伟安跟就一对一对啦，石头跟猪，对，思雨跟立成。哎，真的哎，分好嘞，看住在一起多好。刚两人搞得巧合，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你现在就要看他后续发展啦，看是不是真的就这几个一对一对一直走下去。但因为刚刚有讲到，一开始有讲到他们住一起16天嘛，对。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可以一人准备一天的晚餐。哦。那我觉得这蛮刺激的哦。很好，因为六个人都不会煮菜哦。对。而且其实真的可以透过做晚餐，大家可以互相有一些连结，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那一餐要多少钱？好像是他个人的餐费。对对对对。对。你当初为了要假装你很节省，你是说没有，我只有50，家里50乘以63。哎，50现在买个早餐都不行哎。对。一个总会三明治就超过了。对，觉得这样也很有趣。我觉得我们制作单位太用心了，因为你要是300块怎么做晚餐呢？晚餐就看你的能力到。真的很有趣。但是你看，像现在这样哈，如果说大家负责一天，对，其实还有几天是空的，没有人准备。对啊，16天，然后我刚刚6个人嘛，那后面还有10天。对，那10天怎么办？不一定你可以去啊，我妈可以去啊，还是他们都不希望我们去，看他们想要跟谁去啊？对，我们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问他们说他们想要。对啊，有他们的偶像啊，我是怕我到时候很忙啦。其实我比较想，我竟然是房东太太很忙的部分啊。你还是要顾一下你的房子，你看那6位生活。
经验技能是零，应该很快会把这个房子烧掉。我还蛮期待罗拉的，因为罗拉我觉得他餐费应该很高，当天的菜味很好，所以我觉得那天我可以去。好期待哦！对对对，感觉像踩地雷，看谁是最可怕的那一个。你没有觉得哪一个人煮起来会是最可怕的吗？就立成啊。立成到时候在厨房跟思雨聊天，然后把两这一整包米都倒进去，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OK， 真的是对。好期待他们之后几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好不好？是女生都会想跟彭于晏吃饭吗？彭于晏。我想一下，泰哥的话真的很棒哎。冰场组，蔡依林。我其实算是木曜粉啊，我其实很喜欢泰哥，其实蛮喜欢的。就他们都在干话啊，所以我就会蛮想跟他们就是随便这样乱讲了。尴尬了吧？尴尬。没有，你们不尴尬，是我们比较尴尬，因为我们很像被公审，就是我们所有私底下讲的话，全部就在这一集播出，然后六个人还在我旁边，重点是我们还要去预判说谁跟谁在一起，他们明明都是当事人。可是我觉得都蛮配的啊，对啊，我觉得立成跟思雨算是很配，然后洛亚跟维安也很配，然后石头跟祖祖也算是配。哎，你这怎么这么准确？为什么又这样？我跟你讲，我没有说话，没有。你说一下，你是被 YouTube 耽误的挖洞者，挖自己，然后把自己真的惨叫。我都觉得，因为我第一次看他们，我就觉得，哎，刚好这样三对，刚刚好。你是算命师？不是，就是有这种感觉吗？掐指一算。对啊，那你们看完这一集，你们觉得如何？如何看？你们说话蛮过分的哦，对，正常。你才过分啊！我哪有这样过分？你看那个饭，不煮饭还没看那个饭，我真的被他们整个是大聊特聊。对，我真的不知道。厨房要收起来，他说很忙。不是，那个空间真的很窄。好啦，你必须说那个空间真的很窄。然后看你们俩在聊天。我想说，天哪，怎么会这个状况？大家在外面忙，然后你在里面聊天。你也没事做啊！你也坐下，我有找事做。你没事做，坐下来，我有出来帮，我去找事做。他有吃我的豆干，他有帮忙吃。不然我怎么会这样被试吃那个豆干？不然有点跳不出话。立成，你有什么话要说？好，我觉得我尽力了。我尽力了。我以为他说。Jerry， 我很不好意思，他讲我尽力了，他竟然讲出了这么。他眼里没有 Jerry。他眼里没有 Jerry， 他们当天只有他。Jerry 就是扒饭子，就是不是还在饭没领人。对，那个 Jerry， 那顾一下，顾一下。哎，真的 Jerry 真的是后面那个白眼是完全是一个出发自己翻爆哎，累死了。还在把妹，傻眼。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那天都看过那个房间嘛，男女生的房间都差不多大，而且女生的房间还多了厕所。对，你的行李到底放哪里？我放在那个床的角落边边后面，就是我们双人床。对，但是后面有个柜子，然后那个走道其实蛮窄的。我们全部都放在那里，我们两个人的行李箱。那你每天换衣服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把一个拉出来，然后。后面我们是已经第一天就把所有的衣服通通放进衣柜。衣柜里面，然后那边都是空箱，那个衣柜全部都是他们的衣服。哎，哪有衣？全部那个角落，那个角落。等一下，大家仔细观察，就是那个房间的那个角落，就是右边那个地方，全部都是他们的东西，全部我的东西就只有在我床底下。可是因为你有床底下，你有床底，你是不是想抱怨？你是想抱怨什么？我想要抱怨。等一下，因为有一个人开始跟我他很爱干净，他跟我他很爱干净，然后只有那个东西完全就是变成他的就是储藏室，就是那个角落，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吃的这件事情，我是其他东西都是乱，不是我，他就是很乱，我不可以接受脏，但我可以接受乱。对啊，你不能接受脏，只限于你自己的床上。对，别人的床上可以脏，他的床不能脏。没有没有，连我床都不可以，我住的那一间房间不可以脏，因为会有虫。他都在别人房床上吃东西。对我来说会有虫。对，然后在他自己的床上不行。就是我可以，别人不行的这样的状态。不是，因为我有先问，我说你会不会在意你床上吃东西？他说不会啊，那我吃喽。正常人都会说没关系吧？啊，真的吗？对，关枪，我们才第一天，他还在关枪。你们住三天就是要露出本性了。对啊，对啊。你们现在回去看自己之前的样子，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超级阴的？
我还好，那个人是谁？我更完全没有认出来。你做 interview 什么？你啊？你们两个？两个 interview 没有来吧？那另外一个。两个就跳一个那种少女的舞，我没有跳少女的舞啊。这个。哦，你在房间有跳舞吗？没有啦，没有。他刚刚的 interview 里有的。是我啊，你说那个姐姐，你敢说你刚刚全英文的什么鬼？不是，我全英文从一而终哎。对啊，全英文啊，那就是霸气。你还是拿本书写什么东西？后面那本书是你要推，你说卖书你也配？所以那本书是你写的。而且我放了五本书，因为我怕没有拿好，我整个瘫在床上，想说，要是漏接的话很尴尬。放五本八字的书。真的 ？Oh my god！ 你玩这个玩多久了？就是心理学什么人类图什么的。我后来才发现，因为我就是有 PO 那个 coding 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有国中同学跟我说，我国中就开始算了。我想说，哇靠，太十五年了耶。想说这也能记，没有上面其实都会公布了，姐姐刚刚已经公布了啦，姐姐刚刚已经公布了。对，那我还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个别都准备几天的衣服？因为要住16天嘛，像你准备几天的？5天吧，5天，所以你就会去拿去洗这样子。对，拿去洗。哦，对，他们那边好像可以洗衣服跟晾衣服。会洗衣服吧？会。OK， 那龙会，因为不干净再洗第二次。对，会按衣服，会按，会按，懂按，懂按。那你带了几天？我配了16天的衣服，但是我全部都是有配的，就你说一套一套这样子。是，对，所以我没有带到很多，就是不是带到16套，但是有配到16套，有配到16套，大概千万，10套，10套，10套，那所以姐姐是算带最多的。这其实是配到16套，配到16套，它是搭互搭吧，互搭，然后它这是直接完全不一样的事件，就是10套，我10套就是10套，哇塞，就不能穿搭，就是10套就是10套哦，就是很坚持，就是这一套，这套配这套，对，哇，不可思议，那我们来问问看男生的好了，好不好？带了几套几天的衣服？一套吧，我不知道，他都穿一套，我真的没带来了，那全部衣服是几套？差不多10套吧，你连内裤都忘记带，骗人了。你带10套，然后平常是穿10头的衣服，他都穿10头的衣服，他都穿10头的衣服，他带10套，然后都穿10头的衣服。可是这个这样不会露肚子吗？10套穿 oversize， 10头穿 oversize， 那你带几套 oversize？ 7套啊，还是带7套？你为什么要穿10头衣服？是你叫他去洗嘛？你说我穿你的衣服，然后穿完之后10头拿去洗。我是让你洗衣服，你穿哪衣服？对啊，这是一个计划通哎，计划通哎，超级计划通。那你嘞？你带几套？我带5-6套吧。哦，应该是，但就是他都是一个正常一点，正常。难怪你都穿一样的衣服。你干嘛跳他？不是，不是啊，至少是自己的衣服吧。还嘴嘴起来，嘴嘴起来。我们直播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没错没错。我们不仅影片没有 say， 我们连直播都直接开。那我问你好，假设是你的话，你会带几套？我应该也是带5到6套，而且是可以互相搭着的。哦，对啊，没有，因为我其实比较懒。就我是比较懒的，然后我只要知道那边可以洗衣服的话，基本上我就会带5-6套，差不多就，反正我没差。那你呢？你不带的，带一套，我全裸，全裸。我大概只会带1套，2到3套啦。而且你家要在台北，你一定会偷偷回家拿。那半夜还跑回家睡？我也想，大家起床的时候，你5点还要回到那个宿舍，然后再讲到这样子。你很糟糕，你是不是不喜欢跟人类住在一起？有一点，就是我不太没有，我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大家一起睡，我就觉得啊，起鸡皮疙瘩。那我想问问你们，看完影片之后也会想要替自己平反吗？就是刚刚的所有行为，就像煮饭这件事情。其实那豆干一开始不是我做的啦，我是后面补救。嗯，就想说帮他调个味，我意思说这豆干真的不用炒吗？好啦，豆干真的是我百密有一疏，就是我好吗？没事，你做的很好的。我就想说，如果到最后有时间，都不要哭了，不要哭，不要哭，没事没事，我被妈妈骂。真的，不要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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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第一集，真的才第一集，那我好紧张哦。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制作单位，下一集也是有他们吗？会啊，但这样就在公审我们啊，就是我们两个已经被公审的状态啊。没有，是公审你。
因为我平常不太讲话，我没有。那你干嘛要当 YouTuber？ 你就不要当 YouTuber 就好了。我是绿叶，我是绿叶。绿你妈叶，可以吃吗？我只是绿叶而已，但叶子可以掉啊，花不能掉。花什么花？没事，继续。好，有吗？有想要平反的吗？就像你刚刚说做饭那个，其实是没有被剪进去的。我们真的有在顾那个饭，然后外面的那个，你干嘛那样看我？没有，所以你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剪辑师没有。他们不对，他们故意的。剪辑师出来，他们故意的，哪一位？他们故意的。我们真的有在顾饭，真的很认真，真的顾得很认真。而且外面是真的不需要，我们就我把菜切完以后，然后就是外面的就是轰轰烈烈，然后就是完全就是没有我们插入的时间。真的，我们也很想插入，但没有插入。看起来是没有，但是我没有插入。你们很想插入什么？是非想插入什么？你不要乱讲这些话，你不能讲这些专有名词。我们也很想插入。好，还有那我再问一下，那个冰店老板或是石头有想要平反的吗？尤其是石头。没有，我就觉得没有。老实人，没有，我觉得那个瓦斯我是这样了。平常大家一般来说在家里都是要么瓦斯炉、电磁炉啊，是比较少在外面野炊了，所以这应该很正当理由。你又歪掉了是不是？野炊不是卷舌的炊，是卷舌炊。打他，很会歪哦，很会哦。不好意思，帮我们准备那个卷舌，好不好？这个。18禁限制，真的没有，我们不能再18禁限制。不是我想歪，各位，我真的没有歪，歪的是他。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最失控的就是他了。刚刚老板已经有下来，就是发通告，真的假的？发通牒，对，发通牒。通牒，通告是怎么样？是下一集发通告？通知告诉嘛，对，一样啊。就是说我们这节目不能太歪。我没有很，他是跟他讲，但是我觉得他下次要跟你讲。对，因为上次太歪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想问问看，鬼故事这件事情你解决了吗？鬼故事还没有，还没。嗯，对，我还没。还是你要问一下可丽姐，她是找哪个老师处理的？我觉得应该需要。我也觉得我应该需要。所以你到现在就是还是会很害怕，还是会有那些奇怪的声音，就像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你是会听到咕噜的声音吗？没有，我是说什么讲话？肚子饿，肚子饿，肚子饿，声音那种。魔戒咕噜啊，还是说魔戒咕噜说话的方式吗？魔戒咕噜说话怎么怎样 ？My precious， 哇，你好吃呀！正直啊，这个很正常。尴尬的，而且我跟你讲，你看 My precious 的时候，所有的口水都往我这边喷。咕噜讲话就是这样，没有水。OK，Wash my face，OK。是你的事 ，OK。好烦了，我才烦呢，是你的事啊。我想问，为什么你会这么害怕？你不太敢。就是有点敏感吧，就是我怕被压之类的、啊。不是你到底怎么了？对，不要再想一些歪的东西。不好意思，你现在不是准备药给他吗？我发现有一个人已经完全失控了，他已经很尽量在控制我，因为我录影前有吃点药啊，就镇定剂之类的。我觉得你也需要一点点。我觉得我下次要准备，清新药真的很可怕哎。你帮我准备吗？谢谢初恋。我想问一下，在座都是就是相信有鬼的，这你们都相信吗？还是你们是相信吧？他算命的哎，我叫一跳，我害怕。我跟你讲，后面的人就是摆明没有要怕的，我原来是他不信的。不是啊，我信啊，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越想会自己吓自己了，所以对对，就不要想这些事情，照讲应该还好。就像我自己，如果一个人在家洗脸的时候，我在洗的时候，我一直会觉得有人在后面看我。那是正常的，是有镜子。好可怕。没有，你是低下去的啊，镜子在这啊，我是说那啊。你们是亏心事，你们是亏心事做太多。没有，我觉得这就是因为网络上都会有那种很可怕的，你不信鬼啊？他不信，你赶快敲一下，敲一下。哇，你录影的时候最多了耶！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讨论，其实就会因为我是真的，不太信的。所以你不信什么？那你信你阿公阿妈会来找你吗？不信，没有，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物理性的人，所以我觉得那些没有真实性的东西我都不太信。物理性，对，就是我要摸得到、看得到，我才相信。怎么可能？那种东西就是摸不到也看不到，就是在你梦里出现，或者那就是你的想象力啊。啊，八字比较重啊。对啊，那是你的想象力。摩羯座，半帅一下，难相处哎，真的讨厌。相处不是讨厌，你们才讨厌，你们七个都讨厌，而且还算错，差点算到八个。那我跟你讲，我觉得
觉得啦，这东西还是要看，因为像我自己也是不太相信。可是我小时候，我现在要鬼故事大分享。不要啦，没有，我可以讲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是给我一个小时候的警惕。我想要让也让聊天室人看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曾经去高美湿地抓了一只招潮蟹。就是招，你先听我讲，不是高潮蟹，是招潮蟹，它真的很烦，我都没有办法。是有吃东西啊？你还要不要录节目啊？好，继续招潮蟹，招潮蟹，招潮蟹。然后因为小时候不懂，然后我一直很想看看螃蟹，就是从咖啡色变到红色的样子，所以我就不小心用热水把它烫死了。因为我想看它变红色，就是螃蟹，我以为每只螃蟹，哦、对，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就只是觉得说好想看看螃蟹变红的那个瞬间。人格对，然后结果不小心烫死之后，那天晚上我狂吐，狂吐，吐到不行，还是有吃掉被螃蟹的、啊？没有，我没吃。你先说，真的很可怕，我整个晚上至少吐了四次，而且是你已经吐到没有东西，就还继续干呕状，就这样子的状态，就非常的可怕。然后后来。我最后一次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念佛经，结果就不吐了，真的就不吐了。但我只想告诉大家，就要爱护生命哦。反正你小时候不懂事啊，小时候是真的不懂事，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超怕，怕到没有。好了，我们拉回主题啦。你们第二天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这一阵子。第二天我们干嘛？对，我们第二天这么我觉得他们都忘光了。主办是第二天，主办是第二天。刚看完都不会有一些回想的事情。好像两年前的事。天哪，太久了吧？第二天超久。第二天主办啊？哦，就是主办那天。那天大家都太假了，我实在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对起来。假的，对不起，只有个人吗？只有你跟主播啦，我也蛮假。哎，那我就问问，很高频率。我问问。你跟他们两个相处之后，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们不假？就是开始真的就是做自己。喝酒的时候。喝酒的时候。他是酒醉的时候，酒醉的时候就是会。会怎么样？他的人格就会出。就是他的理。理柔软。理柔软的人。我是两个人格，就是对。对，我在台，我就是台，在台湾的时候长大的那个人格，对，以及就是从国外回来的那个人格。那国外是理人格吗？是那个真人格，妈妈会看吗？妈妈不会看。妈妈问你事情都先把你灌醉。没有啊，没事。所以你家管很严吗？就是台中人啊。他什么意思？台中人就管很严是吗？台中很严。台中相亲，台中相亲有观众吗？我刚来的时候就有门禁，刚来的时候有门禁。嗯，就是。刚来的时候就是有门禁，来敲一下，因为我很小时候就出去，就是我大概十五岁就出去家里面住了，然后所以妈妈我回来的时候，妈妈一直以为我还是一个国中生，然后八点开始打电话，她说要回家了，我想说她不是才八点，我在那法国天都还没黑耶，啊，对，一时改不掉，改不掉，所以只能用。喝些酒，回顾一些新的人格。然后祖祖就是录影机关了的时候，他以为录影机哦，对对对，怎么可能？没有，这是24小时没事。没有，我觉得前面几天真的就是比较紧张一点，就是因为我在一个，我觉得我在一个群体里面，就是刚认识人的时候，我都比较没有办法低音频的说话，我都有点虚假说嗨，就啊你好，就是官腔的那个人就出现了，就是会很自然而然，就是啊真的诉求能力100分，什么事情都要回应一下，对，就觉得哦，就是我要有礼貌，然后到这个时候又真的对，他就是那个懒王，帮我拿一杯水，对，然后很低音频，去那老几几三，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拿一杯水倒水，没办法，我会泼你，那。我想问问啊，好，怎么啊？好啊，三位是不是？哎，下班了，谢谢，谢谢。不是，那我想问问，就是你们刚看到我们就是在看完你们影片之后的一些讲话的，就是内容，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直接对我们说吗？因为我们是很 real 了。对你们的，对啊，就我们在看你们在讲那些评论的时候，
就还蛮新奇的观点呢、欸。我觉得中肯好像可以吧？中肯吗？哪一堆脑补啊？对啊，我想说后面补的更严重，后面已经补到一个就是好好好你们一句话都不用讲，一个眼神，我们哎，是怎样？他都变心理系，心理智商，对，心理系，心理系，没错没错，两个人一起重回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调麦啊！你们我调麦啊！哇，你这个也是算是一种另类的理论格，刚才声音是怎么回事？你就在孤独，对不对？常平安马上在洪立成冲旁边，原来你就是有症状在吓他。洪立成到现在回家都还不敢一个人睡觉，他一直这样，一直这样。饭出来了，饭要嚼，饭要嚼，饭再嚼。大家，你们因为我们两个是很会脑补的，所以我们知你讲的那个，我们就有画面在脑中，就很好笑。这么快乐，对，不过搞不好就是半夜还打幺零九，高少旋，立翔，我们帮你找到答案了。对，你身旁那个声音就是他。他刚刚说跳麦啊，那就是咕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想说，他会不会一直其实这16天他都在你的耳边，在你睡觉的时候盖住的时候，他在旁边。真的，因为他睡觉的时候真的会盖住，睡觉的时候真的会盖住，他真的很容易死掉，每天都爬山，他睡觉都会盖住。就是你想说，这是脚还是头？还是说会不会你会到他耳边说你没有妹妹哦？你抓哪呢？我会唱码头姑娘，我唱。晚上我在耳边唱码头姑娘。对呀，你要说，你不要妹妹，你还愿意吗？超烦了。好了，够了，停止，停，你俩不要坐一起好不好？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不起，他们座位就这样。对啊，这这座位其实排不好，那个制作单位，下次我坐那个中间。那你谁要坐过来？你说，这三个你们谁要坐过来？来讲话、啊。那没关系，我们四个坐一起。我们四个一起坐，坐轻一点。耶、yeah, ，四个一起坐，开心。太惨了，我没有办法哭了。太惨了，那怎么办？那我很想郑重的跟 Eric 还有老板娘宣布啊，就是这一切都不是我玩，我只有学咕噜而已哦，其他我都没有。我可还要保住我的饭碗。好可怕，好可怕，没事啊。没事。你拍我干嘛？没事、啊。你不要把火灭了。没有女朋友。还在。好烦啊！对不起。好，那我问问看，冰冰老板刚刚抽到底在这个节目在闲置的状态啊？当然是啊。再给他两。对，我想问问看，在这16天，就刚以刚播出的内容来讲的话，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吗？比如说你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们两个在聊天，你觉得？那应该是进去的时候是主厨开门的，然后他跟石头两个人就一副住在那边好几天的样子，就是想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可以那么熟啊？然后这边开冰箱，然后招待我吃东西，然后是只有我是真的是第一天住进来，还是怎么样？太框了是不是？就很奇怪啊。但我觉得刚刚有讲到那个主厨说他那个镜头人格，我觉得我还蛮有感的，就是。怎么？还有镜头这样子接吗？没有，就是有时候就是，例如说他在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的时候，只要就是手机对着他，就恢复正常，就会他就变成少女，变直播主，就变直播主，对，顺便变直播主，懂内我，懂内我。所以是，如果镜头拿掉的话，就是可以学一下他镜头拿掉什么样，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看过。这样，哇塞，这个是什么？没有啦，开始不屌啦，没有啦，没有，主持人会想反击的，主持人会想反击，有，我要反击，来说他一下，没有，就是没有啊，哇，他镜头的人格还是开始，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我看多了，不是直播节目是最 real 的，啊，所以。镜头一对到他，他就会声音立马就变高音。对，就像他试镜。对啊，就跟那个面试。你今天可不可以尝试看看你的试镜影片那个跟你的家？好，就反正我现在角度在讲嘛，然后让我在工作室进入镜头。Hello， 大家好，嗨。我懂了，我懂了，就是他有一个。你懂什么？一个 social 人格。你的声音从来没高过，你懂不是？我懂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懂。
我跟你讲，我在上个节目已经把一个板子折爆过了，要再让我折爆一次。为什么要折爆板子？没有，他就是不小心把人家就是玩游戏玩得太生气，然后就一折，然后不能要打。他只是这样敲一下，李仁哥，李仁哥，没有，我是李仁哥的、啊。哦，真的吗？玩游戏的时候是李仁哥。对，玩游戏的时候李仁哥就会出来，所以我都会骂队友白痴啊，用点脑之类的。对对对，队友就是我，对，就是受害者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已经放弃了。OK， 走心看你怎么接，走心哦，走心哦。好啦好啦，那最后，哎、欸，我看一下，好。跟谁对话？对对对对对，是战机。对，我刚瞬间一个就手断掉。我们是不是要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次的那个这个 L 的路跑活动，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我们比赛不一样，我们可以简单聊一下啊。你要聊什么？就是网友一直说那个祖祖很像 Sandy， 我从第一眼看好就覺得我也觉得超像。完了，他们不知道 Sandy 是谁。你把你的照片就是用以图搜图，然后就会搜到身底。你就发现有一个女生想要跟你，不会找出喜德吗？对对，哎，你很坏，你干嘛这样？我真的有错，我很多朋友都找喜德。真的这样？因为是因为个性也其实蛮活泼外向的关系吧。没有，我有一张照片，就是我跟喜德的对比照，这真的蛮像的。你可以学一下吗？好想看。不行啊，现在不太像。等一下，我现在有镜头啊。没有，他讲话没有镜头，没有办法。不是，我要吃东西，然后这样子的时候，你看就很像。你要外面假装关机，他就会。你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有录了。对对对，这样子他就会变，他就会开始游戏。不行哦，不行哦。这什么？这水？对啊，不行哦，不可以哦。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吗？嗯，好，我来看一下什么。没有，你要干嘛？你要问什么？我想要看看所有人心中就是相处下来这一阵子，觉得最让你吃惊，就是从第一面到最后一天，反差最大的人。第一天到对，就像我看你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你看的是一个很文静的，可是相处下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觉得完全跟我第一印象反差最大，就每个人都可以讲一下。哦，我觉得大家都蛮一样的啊，会说话。会，镜头还镜头还在在在。尖锐的话只能交给你来讲，好，来讲，你先说。皇上，哦，皇上，陈伟安他真的有查，他真的查很多。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搬行李的时候，我真的很怕他追上我，因为他走路超大声，对，走路超大声，然后他脸又很死，就是我们第一天在楼下碰到，他完全不看我，我就想说，因为我习惯要跟人就是视线相交。四面相对，四目相接，四目相接。OK， 四目相接。你干嘛一直？没有笑，我看你我就想笑。四目相接，可是就是你这样一直这样子找那个视角，他都不看你，他就死不看你。我想说这个人好冷漠，他离线吧？对，这个人好冷漠。然后我就在搬行李，想说靠哪？反正就是那个行李就很重，然后就听到他后面慢慢上来的声音，然后就默默在我耳，因为他又很高，所以听起来就像上帝的声音。太扯了，太扯了。很高，然后又很低，然后说需要帮忙，需要帮忙吗？然后行李就开始用飘的上去，然后就上帝这样。对对对，然后殊不知后面他就是很闷骚，因为他后面还要请教我一些问题啊，真的就是请教我一些专业知识。是什么东西？你要讲还是知识？你要讲还是知？他请教我就是有关就是微笑的这件事情。哦 ，OK。因为他的笑真的很……你就是专业假笑王啊，当然请教你。没有你不应该问他，你也可以问祖祖啊。有啊，后来有跟他就是有一起练习一下，有他有一起练习，对对对。但最终还是请教他，你可以跟他假笑，他真的很……你笑笑看，看一下。你啦，你假笑看看，看一下。例如说，就哎、欸，你跟我打个招呼，那我可以跟你假笑一下。嗨，你好。真的不行，真笑出来，你这个真的不行，你这个看起来真的蛮可怕的，真的有一种就是。晚上我们大家再好好聊聊。对，一点亲切感都没有，有没有想说？可是我那时候是真的就是想要帮他拿行李了，然后可能是我问的语气还有表情的问题，所以让他一直有种阴影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问，需要帮忙吗？我说要帮忙吗？因为想说你要或不要，就是曹立宪在帮忙。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别人硬要帮他忙嘛，所以还是问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你有需要帮忙？他觉得你很弱，然后觉得你很废。
我觉得是還没有，这有点脑补的啦，对啊，编剧编剧脑补了，真的没有，我敏感，我敏感，对，因为毕竟才第一次见面，应该是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废这件事情，只是但的确，我那时候走到一楼的时候，我就听到楼梯间一直传出那种哀嚎，然后还有那个行李拖地的声音，我想说上面的人是怎样，他是啪啪啪的这样，然后一直拖地。对，五楼真的，我们那时候搬东西的时候，我们高，真的真的很高。我到三楼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可以不用住了。对，没有，就想到最后一天还要把它搬下去，就很痛苦。好啊，这个不用演了，下去。那么撞的，那石头开了人家的门，是不是？我突然想到，在影片里面，他开了一个不是我们有打开吗？我忘记了，然后试插而已，试插，试插，你干嘛？你干嘛？试插，试着试着试着插入，试着。哎，那我想要问问 Laura， 就是有没有就让你觉得就是第一天见面，然后到最后一天反差很大的？他说他有什么好说的？怎么样？他不是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是第一天早一进去跟晚上的时候就不一样。我在这里我没办法爆雷，但是我只能说一层一层又一层，一层一层，你们一集一集就真的，这个人像个洋葱一样剥不完。我说哇靠，怎么还有？到十五点还在剥。我不吃菜，但是我是洋葱。你们就是你们细细品味，真的这个洋葱的滋味，好像会哭哦，会哭会哭，有笑有泪。会哭，有笑有泪，真的。等等等，一百分我直接给。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啊，这六个人中哪一个人气会最高，在网络上，还有谁最容易会被 diss？ 你先。我觉得人气最高，我应该说讨论度，我只想说讨论度，讨论度就好。讨论度，我觉得是石头。你知道什么吗？因为其实石头他拥有很多台湾大部分很多男生的特质在身上，所以其实会有很多人会有一种共鸣感。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看影片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哎，其实自己也有一点有一些部分很像石头，就是一个采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采样的人，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很担心，就是大家会很想跟我说话。那女生呢？女生的话，女生的话，我觉得思雨。那思雨，真的是思雨，我觉得吗？真的，我觉得是姐姐，姐姐。因为你是说她变成第二个唐丽淇，然后说跟你讲，不是，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就觉得她很正。就是我在内心真的，是真的，是真的，那是一个气场问题，是真的很。第一眼见到的时候，我就想说，一进来就是啊 ，Hi, my name is Laura。我想说，哦，天哪，她是一个，就感觉好像很凶的姐姐，然后就是一定要好好对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只要得罪她，就会杀了你，就会真的摆臭脸的脸。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我就觉得，哦，姐姐，那你需要我帮忙？哦，好，那我帮你拿好了，这样。可是你第二天就爬上了床，对，对啊，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就是主就是一直依赖她，因为姐姐的那个衣服。后面讨论度一定很高。他每天穿的会不会到第十六天，其实穿比基尼在录？没有，这种讨论度我觉得大家要期待，真的非常有可能。OK， 要期待，要期待。那你觉得呢？嘟嘟，你觉得？那我觉得吗？女生，我觉得应该也是思雨。那男生好，我们讲男生。那男生，我觉得应该是历程吧。哎 w h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感觉，他感觉应该是会蛮被讨论，就是可能煮米的部分，之后还会说出什么腔事之类的。写一本书叫《如何煮米把妹》，第一次就这样说。那一本书里面就要教你煮米，教你怎么聊天，教你怎么假装遇到鬼。你说我怎么样？假如把妹，他是为了延长到我们聊天的时间，所以煮那么大包。那 Laura 呢？ Laura 觉得男生里面吗？讨论度最高吗？对，或是人气最高？人气最高。不好意思，给他上一杯酒。先讲真话，先讲真话。没有，因为他实在是他，我们两个都直接一个打什么？打什么了吗？已经打什么了？打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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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姐姐，哇！你们真的以为这个剪辑是有没有这么剪？现在是直播，没有办法剪，还没有办法。然后再拿矿来当借口，说出真的理由。我觉得，我真心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争夺一二名啦。因为他们两个，我实在看不出谁是第一男主角。他们两个就是旗鼓相当，真的，真的。
真的，我到后面都吃起爆米花来，我觉得吃得相当好。好刺激哦！对啊，好哦。真的，你打怎么回家？那这一趴就要来说点别的了，好不好？还有别人要说？还有别人要说？好，来把板板拿出来，我们的板板，姐姐你看，江江。我们的板板，它就是 L 的那个风格路跑。我们上一下字卡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活动。其实 L 这次有主办一个 Run with Style， 然后报名的日期就是3月18，然后大家可以去扫一下那个 QR code。然后活动日期是4月20，然后当天现场会有非常多的明星，然后我们6位小伙伴也会穿插在里面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哎呦，还好我们两个不用，哎呦不想跑对不对？我不想跑，那你就这样子好了，你就手上播着你最爱看的影片，然后戴着耳机，这样假装一种运动嘛，热着就放松了。他旁边会有很多男的一起跟着跑。你要穿那个哦，你要穿那个跑步。好，明年了呢。穿那个，马上有接力跑。楼上三跑，楼上三跑。对，皇帝可以，我就可以啊。两个一起，哎，不要跟我下手。我们看，一整天拉不回来，计划不见，不见。我记得要画，那你也一定要画。我们拉一下。怎么了？我要让你讲话。没有，你也可以讲啊。我没准备。好啦，它这个东西其实会有很多艺人一起参与，就像刚刚说的，然后6个小伙伴也会在里面，然后它是一个复古加音乐的一个 party。哎呦，还蛮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一起参与的话，可以一起，有没有加入他们？你要怎么样？你好好尝，不是因为尝试自己的其他，还要在跑步，我真的是100分，这个叫什么？就是复古的运动服，然后紧身的，紧身然后高踩，全部都是紧身来解决，就是像以前音乐体操带那种。哎，真的，而且它的亮点就是赛道设置了3大音乐舞台，然后跟着 DJ 一起嗨起来，真的是嗨起来，感觉姐姐就是。是很会跑趴的，跑趴，我觉得我不要再跑趴，只跑趴不跑步。这种的也蛮多见的，他会看，但只跑趴不跑步，不好意思，没有啦，平常都在看书。他是比赛完之后才会看什么？看什么？看八字八字的书，商业。嗯呀 ，keeper， 真的可以 ，business analysis，OK，OK，OK。哦，你要讲英文啊？他干嘛？同一人听不懂。好了，我相信很多网友看完这一集就已经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对，那我们第二季已经开始在招募新人了，新的客，没错，住户。而且这边也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哦，就是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原本是3月10号就截止，但我们延长了，延长到3月24号。没错，所以看完第一季的，哎、欸，应该说这一次的影片的话，第一集的，如果你有很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哎呦，单身的你真的有机会。没错，年龄是20到40岁，男女不拘嘛。然后记得要录自己1分钟的介绍影片。是的，可以参考这些前辈们录的啦。对，你可以看他们。来，先把你虚假的一面拿出来，让人家以为你很有礼貌。记得哦，看到别人行李需要帮忙的时候，需要帮忙。要和善一点。和善一点。那你觉得怎么问比较好？你觉得怎么问比较好？哎，请问，不好意思，你这个东西，你这个是服务员，你这是饭店服务员，不好意思，可以帮你问吗？你提一下，记得帮我按5星赞哦！我按个5星，你给我刷起来，刷跑车刷起来。只是他其实第一秒是做自己，他说需要帮忙，需要帮做自己这样。对啊，就问你要不要帮忙，这样也不行。哎，其实两只手举行李是男生最帅的时刻，哎，尤其是出国或是在这种楼梯的时候。哎，刚石头上扛也很帅啊。他那个已经是不知道在扛水泥袋了，是不是？我觉得不要针对，你是不是要去应征？不是，他真的很重啊。但真的很重，因为女生拿那个，我是也是看不下去，那真的太重了。真的，你很强哎，看不太重。我觉得那时候我本来已经想好，就是如果真的爬不上去的话，我就要把它打开，然后一点一点拿上楼。你不要装了，你力气那么大，你还在装？力气很大。我们现在不要讲这些，子珠没事啊，子珠没事，没事。我们恭喜。哇！喜欢，谢谢，健康，喜欢到你家了，太期待了，这个方向带着，对，下一次开始就这样，只要一讨论到自己不喜欢的话题，真的，人家是美乐蒂，你还在自己，你还在
完蛋了，他们两个频率太接近了，他们两个真的不能坐在一起。真的好笑，真的好笑，真的很好笑。美人计妈妈也很好笑。那你学一下啊。你感觉很会演。演员要演员要演员。我人家是美人计没有看过美人计。你只要听到一些就是你不想听到的话，你就想，人家是德克斯特，哈哈哈哈哈，我这样能看吗？我这样研究研究出来，我这样能看吗？我这样好酸，我这样我这样是草草茶，我以后叫你德克斯特。对呀、啊，没有，因为皇上真的是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真的觉得他是一个超级高冷的人。就是他完全就是很安静，然后默默看着所有事情一切在发生，然后偶尔就是蹦出一句话，就会让大家笑的那种。嗯，就是我那天还跟彩编讲说，我觉得他很适合去当搞笑艺人、嗯，就是那种唱双簧的。你说站在旁边吐槽的？对，就在偶尔就说、可是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然后他说啊，真的吗？然后就很夸张，然后就说然后大家就哈哈，在他那一句的时候就开始笑，哈哈哈哈，他可以帮忙笑，他可以帮忙笑，专业。想问一下，在这个节目录完之后，你们还有继续联络吗？有啊有啊有啊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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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我有被买，咔嚓咔嚓，美术有吗有吗？真的真的，就是有一个群组，大家都会聊天，对对，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个特别的名字的群组，对，到时候看到最后就知道了。该不会女生一个群组，然后大家又共同一个群组？那个群组是五个人而已，就怕有这样子，就是有一个人其实不知道有那个群组。到底是谁呢？我们看到最后才会知道啦。你让我好尴尬，我不知道，不敢问，不敢问，我不敢心里说话。他现在不敢转过来。美乐蒂不懂，你到底在说什么呢？天哪，拜托不要每个人这样，真的不行，这样不行，不行，你不要教会大家，不可以，不要教会大家，拜托。冷面笑匠他就偶尔就会蹦出一句话，你是什么我不懂这样子，不然你也可以讲，我知道你也可以，就是讲到人家就是讲出一句话，然后你都要怎么接，你这样，我觉得我等下会送医院，不行，现场已经有人拿棍子了，不行，我怕，不好意思，假笑。来一个，来一个，不是，救命一下 ，Action！ 哎嘿，我跟你说，你不尴尬，你看你超像搞笑艺人的啦，你真的超像的，你又有颜值又可以搞笑。跟大家比较熟了，我比较敢了。一开始我真的有点尴尬，但你知道聊天室现在有非常多人在想看你，哎嘿，真的会被打，而且会变成一个低调。你怎么样？真的会被打？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好笑。我每次都会这样子对我们家的人，对我朋友都会讲。只要我朋友一讲这种话，我就像，不懂他的话，而且我会直接就抽刀。对啊，因为每次他们都会说你就是一个男生的时候，我就很不爽。我说我是个女孩子，你请你记得我是一个女孩子，我会受伤，我心很细，我不是那些是我自己像男生个性的人，知道吗？会接，小学接，会接，会接，现学现灭，可以，我帮你拍掌，怎么了？可以，谢谢，够了。我完全一个失控的状态，我想看立成哎嘿。一二三 ，Action！ 不行，你这个太综艺了。请你看着镜头，先看着镜头，镜头可爱的，你看 QQ 萌萌，而且最好可以扎那只。那只 QQ 萌萌的，一二三，哎嘿。我觉得非常可爱。我觉得还有一个人非常适合这个哎嘿，你知道是谁吗？是他。今天他是绝对，今天就是大家都要哎哎完成下班。对，你刚刚也我也哎啦，你也哎了是不是？可爱的萌萌哎嘿很简单，来，他超会，他超会，不要相信他，他戴人皮面具，他戴人皮面具，装可爱，再度被爆料。其实是其他东西硬了吧？你不要再这样子了。真的可以，真的
可以。那我很想要要求拉拉做这件事情。拉拉，不是拉拉，是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姐姐可以哦。姐姐，姐姐，拉拉。你酒醉版没黑了，酒醉版。酒醉版。你说，哎，酒醉版。对。十年前帮我拿一杯高粱。屁嘞，姐姐你超常装可爱的，好不好？我们家最常装可爱的是她。真的，最常装可爱的是姐姐。真的相信，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你要试试吗？嗯。可以。石头，你现在以为我忘掉你了？我帮你默认你也是哦。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得要示范。对，我觉得你有你的风格，不是你有你的风格的。快点，你要。你要考完你耶！可以，好，对，好，是我要少女吗？那就你的风格，暴力也可以，你的风格。好，我就来是直播主，直播主，第一集，三二一，好，我来帮你 Q， 五四三二，哎嘿，哦，好，有了，我坚持，非常坚持，我还是有这个，我跟你讲，练习过了就是。直播组，我们今天就时间快到了，你们每一个人自己宣传一下自己的 IG 和那个粉丝专业。你先，你们你先，就你先了，就你先，直播组先，直播组先，直播组先。那就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竹，然后你们上网搜寻原紫竹就会有我了 ，IG 跟脸书都是。嗯，可爱，要持续收看哦，欢迎报名第二季。啊，对，我们请我们宣传。换你，是宣传吗？粉丝，你的爱在哪？你是不是还在可爱的状态？来，不见了。大家好，是 Laura。大家好，我是 Laura。姐姐那一集，哪一集？我整集看错集耶！没关系，我也是这样。大家好，我是 Laura。我的上面好像叫林雅群呢。听到我的全名，优雅的雅和群的群，然后我也有 IG， 但是我的 IG 实在是太难找了，因为是个法文，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大家来搜寻我一下，林雅群 Laura Lin， 赞，美，来哦，是你哦。那个粉丝专页叫什么？粉丝专页叫做红丝雨，然后脸书的粉丝专页就是开了，大家可以去按赞。然后 I G 的话就是 C U Home， 然后 C U 就是那个 C U 的那个 S E E 的那个 S E E， 然后 U 然后的那个 C U。OK， 对，可爱。换你们来，我帮你们拍张照。来，快点。哦，我叫洪立成。洪立成，然后我的，跟大家一样很慌机那集。我的 IG 是 Jeff Hong， J E F F 空格 H O N G， 然后粉丝专业是洪立成 Jeff Hong。一样吗？忘记变了。粉丝专业洪立成 Jeff Hong。我说，一里面都加酒这样子。来，石头。大家好，我叫石嘉瑞。那个我的粉丝专业叫石嘉瑞，石头的石，嘉义的嘉，聪明睿智的睿。然后 I G 是 S S S T O N E 5653，谢谢大家。可以，大家记得要去追踪。最后一个。大家好，我是韦安，陈韦安。那可以大家看一下我名字。那我现在懒得解释啊，懒得解释，不是、有点麻烦。就去官网上面，IG 上面看，官网的 IG 有追踪大家，那就可以去那边看，在那边可以找到大家的 IG 或是脸书这样子。嗯，这里看得到吗 ？OK， 看得到，太 Q 了，可以。好的，今天口蒂饼就差不多了，时代就到这里，超时2分钟了。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来
出品人啊，共同监制，谢谢。没有抖内是不是？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六位小伙伴一起跟我们参与直播。我们来看看下个礼拜一还是不是继续由我们两个被公审这样子。我们先跟你们道个歉啊，先道歉。好，之后都不到了。而且恒星的吗？恒星节就一定要结起来了。对啊，一定要结起来才可以的嘛。以后的沙发距就越来越远。对对对，到时候就变成两极混 Q 这样子的状态。好，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下期见。